信念，你会拼到哪一步？ 会再快一点吗？能再高一点吗？要再加一点吗？可以再坚持一下吗？还行不行？ 还行不行？受到东京奥运延期的影响，很多运动员的状态可能无法继续维持。再问一遍，为了信念，你会拼到哪一步？ 会再快一点吗？还能再高一点吗？还要再加一点吗？还可以再坚持一下吗？还行不行？还行不行？ 这是22个比赛项目，中国国家队和爱运动的每一个人。爱运动，中国有安踏。